不能再拖了，怎么不在广教干呢？做衣服没前途。我姓张，没房，承包给胜利的时候说好了每年都有份工。悄悄的吧，你不跟我说，到时候你跟中纪委认识。搜到过你两笔钱，一共$30,000。那他怼了咋？我不要你的钱。事故已经造成35人遇难。你是叫小玉吧？我是江一莲老婆。晚上客人多吗？不好说，凌晨1点一波。你能不能当着全村人的面说一说村里的经济问题？我这不是搞好的肩膀里呢？还没得钱啊？我不是小姐，回家找你老婆去。就这样吧。照旧钱不行，照旧钱不行。你们妖怪都怪老天爷，有啥子想不通都去问他。